这个像个医院，它是有一个医院就在这个老人院旁边，好像。可是老人院在哪儿？这都是啊。对，应该都是老年公寓。哇，哎，他们两个呢？他们分组了，他们两个玩别的去了。哦，哇，这里是哪里呀？ 行了，对不起了。行行行，那您慢点，谢谢啊。嗯，刚才奶奶问我，您住这儿了吗？我说还没，她什么时候过来住啊？我说应该在不久的将来。我其实是一个卖报纸的老太太。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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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不是线索人物啊。 我以为是戏里边的，这么热情的看着我，我以为是有剧情要交代。嗯，我看的是线索呀，看的是卡拉 OK 一个音箱，这上哪儿找音箱去？哎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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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好。 白鸽哪有啊？白鸽，白鸽不就是我吗？鸽子，没有啊也，哎，走走走走，哎，哎呦，哎呦，你好，哎，您来了，哎，您好，哎呀，哎呦，哎哎，您这里边是养鸽子吧？养鸽子吧？不是，我能看一眼吗？帮我看一眼，它养的是什么呀？哦，画眉，画眉，好嘞。 谢谢你啊，鸽子和平鸽，嚯，跳广场舞的，哇，那音箱。